家，走路好远啊！嘿，哎，有肉哎，为什么会有对肉啊，在这里地怎么地上？上有肉啊？怎么有鸡腿在地上啊？那好谢无谢聊你啊！吧，谢谢豆。不你的地形是不是粉红色的？是，橘草黄地。色的？我在地上捡了两只鸡腿，哎 因为为什么？浣熊会去攻击鸡呀、哦，啊。哦。有可能。哎、欸，有大便呢、欸！捡一下，捡一下，捡大便我喽！没有位置。让他不要吃掉。我要努力跟着在那一坨那个会走路的南瓜后面。我后面跟超多东西的。哎、欸，还跟了一只喵哈。对。这人怎么都被采光光了啊？怎么这么多恶魔之花啊？都被采光了，要休息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要睡觉了，蝙晚安喽。蝠哎、欸，冰块在融啊！化、这欸，把奥特曼德拉咬死了，凶屁冰呀、块都可以拿当火锅材料，火锅材料谁？烹饪锅材料啦，烹饪锅材料。好好好，奥画特曼德拉死了。那，我身上怎么有萤火虫？曼德拉死去好，了，死去的曼德拉可以干嘛？可以做东西来吃。可以把它哎呦做成呦呦，被什么咬！东西？哎呦呦呦呦，好痛！哎，这个，叫我这要只蝙蝙蝠在蝠！偷吃我们地板的东食物，打哦，死！真的没啊，看不会到是被他打吃死掉的吧？吧？你打一下蝙蝠啦！你拿铲子戳他这么凶啊？铲 他！他这是拿铲子戳他。把他铲起来！找不到兔人呢、欸，兔人，对啊，他在地洞。在地底玩，我在深渊。哦，你去深渊玩啊？那不能起来太快哦。对，我要慢慢上来。是上升诅咒。哎。哦。怎样？这个哦，这不第一集就讲了吗？这个没有剧透吧？这不是精彩啊！哦，还没看，表示，那你就也不会看了啊，都这么久了。啊，我知道完了，我要刷个东西，我到冰块区了，有冰块，晚上锤子。了。对了，烧一下，好烧好烧，蝙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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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烧好烧，蝙蝠。这里也太刺激了，这里，嗷、就冲过去揍你！哎，我血真的好少，我的天！哦！我吃个冰块，马上体温就降下来了。嗯，冰块可以灭火，你可以把萤火虫所以吸掉。不要把拿冰块去点萤火哎，有什么加血比较多的食物啊？哦。自助烤限鱼定。跟。好，哎，食烤物。鱼跟蜂蜜烤肉，这是食物，然后补品的是蜘蛛腺体。哦，这比较好做的是饺子，一个肉，两个菜，一个水果，就是两个哦，菜那一也个不吧？少。一个肉，两个菜，一个蛋。哦，要蛋，我们要先抓鸟。对，先抓鸟。可是我蛋们不这是地图，放在家里的吗？不是，那个是不小是那个小蛋，的那个鸟的那个蛋。鸟蛋不是，哦，小的那个鸟的蛋。不是大鸟蛋，是小鸟蛋。是小蛋。这边一个，啊，我这要出去晃喽。我已经在外面晃很久了。因为我刚才处理家里的后不是后事，后事整理什么东东西，整理东西，哇！你讲啥？哇！整理家事，嘿，大便要做什么啊？你丢地板，它可以拿来施肥了啊。不过大便拿去做那个什么，那叫什么东西，煮会比汤，较划算。不是煮汤，煮汤，你要是说不要拿去煮汤，到底是？你看第对啊，四可个是可以食煮物那边吗？有一个，不行，放不进你去吗？说大便，有个便粪便便篮，篮，对对对，我的萤他火这些虫怎么又有在了？这可以到是处抓去到施了肥，可是没有那个骨片呢、欸。那个你去找个怪物，然后自杀就有骨片了。
那骨片是不是他的吗？你去野外找那个遗骨啊，敲碎应该就有了吧？对啊。我好像知道、啊，我知道啦、啊，我没有装指定不是吗？斜线 key 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萤火可以复活，我有装那个萤火复活的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就斜线 key 哦，自己和萤火复活就好。不要，这样就可以刷那个骨头啦。你不是要骨头吗？对啊，至少我现在拿喵哈的东西，我还没死掉过。哎呦，可以的，差不多了。喵哈他在质疑你啊。啊！质疑你的能力啊！啊！等一下，我现在被青蛙追，我有点忙啊！放啊！我找到怎么来的嘞？想要蜘蛛网，我想要钓鱼。马先找到蜘蛛。哎、欸，你想要钓鱼？我捡到钓竿了、欸。啊！你那钓竿是不是在那个一个沙漠里面捡到的？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是那边必定出钓竿。好。必定出、欸，必定出，因为你夏天的时候要去那边钓钓配方。这里，哦，哎呦，狗狗是狗狗，狗狗叫，狗狗等我，我也想玩狗狗，好多狗狗，那狗狗不是会很凶？这里是狗狗叫，哎、欸，前期不用怕哦，你是说狗狗？对啊，那狗狗不是会全部冲进来？前期不用怕，前期狗狗很好杀。狗狗全上来啦！不要啦，回去啦！狗狗，你们回去啦！不要啦！我要遛狗咯。好，遛狗可以，遛什么就不行了。哎、欸，有这个鹿哦、喔。什么鹿？你说把眼睛遮起来的吗？啊、这应该是山羊吧？蓝色的吗？它应该是有点灰色的。瞪羚。有点会跳吗？瞪羚。对啊，他会跳。哦，嗯，他是活的。啊，这也是废话的。嗯，会跳吗？会，嗯，活的。采集仙人掌。啊，痛！仙人掌干嘛？蜘蛛是不是很远啊？只能靠喵哈那边的了。嗯，喵哈，他在我这个位置。哎、欸，可是你的脚程应该可以走得到这里啊。哦，你好远啊！嗯，要大象了。邓林血好多哦，700。嗯哦， oh! 这个树要烧多久它才会出现碳啊？你要烧它剩下树枝啊，黑黑的。然后要按什么、啊？然后再砍它。拿斧头，斧头砍它。啊，这怎么两个树人？对呀、啊，这是三个树人。树人，我画面红红，我是被烧到的。四个树人，也太多了吧！红红都是被烧到，会扣血。我看一下你在哪里。这怎么四个树人啊 ？What the fuck？ 一堆狗这里，狗桶那边。哇！不是啊，这边跟我们跟烧树这应该是无关的。对啊，那个很远吧？对啊，为什么这里会这么多？怪你们刚没找到葛罗姆雕像吗？葛罗姆雕像，对吧、啊？他应该在猪人猪王附近啊。嗯，在哪里啊？哦、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往下，往下啊！好烫，好烫，好烫！哦，你这里好恐怖啊！你这里下不去啊，这个就可以砍了。这里好多蜘蛛哦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啊！人在哪里啊？大概缺多少大便啊？我可以说啊。越多越多越好了，说实在。好。你有找到了吗？还没在哪裡？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就在这附近遇到。你们在找什么？蜘蛛。我这边。不是啦，蜘蛛在上面啦。哦，是在上面啊。我这下面也一堆啊。走过头。哎、欸，这个烧山蔓延的好远啊。没有，因为那边的都靠太近了。小雨啊，羞羞。你不是要拿钓竿吗？在找我，我这边有一只啊。对啊。好啊，我想说来打个蜘蛛。我这里就有一只现成的、啊，你直接拿去用啊。好。等一下，这里 这里好亮，我过不去，这里太亮，太烧了。你在烧的那个下面 是？对，我要气散了。这个放火烧完就走了啊！不要死了，直接走了，有人死掉了，死了。我要把你捡骨的意思吗？这里死啊，对啊，你不怕他们没差。我哎、欸，这只救得了吗？我要走回去萤火复活是不是？嗯，好。其实我记得有个我要怎么救这一只南瓜、啊，还是救不了啊？
不用啊，你拿我身上会有一个那个、啊、一个骨头。哎、可是好像在他肚子里。啊，在他肚子里，难怪快死了。就是他的那个指挥的那个棒。没有，不在他肚子里。哎、等一下，我刚好像捡到了。哎、我捡到了，可是他快死掉了。他要怎么过来？哦、我走他就过来了吗？嗯，你那个有带在身上，他就会跟着你走。可他没有跟我走。哦，他死掉了。没有哎、去弟弟也没有看到齿。人开那个啊，风滚草。嗯，哇，不行，小雨东西太多，我要放弃你的东西。没关系，你就留一些我用。可是我现在发现，哦，我完蛋了，我没有火。有四只蝙蝠。身上的东西你可以做。太早。我走不到路回家，在哪里？有四只蝙蝠。烧个烧个。啊，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指令，复活指令，直接复活，原地复活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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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为什么？我走到一半，所以很黑，好，所以很暗，很危险。我先打出来，你们自己要的话就自己那个。啊，这个东西是原地复活。啊，出去了。请问蝙蝠要什么戳它？气啊！武器。还是都可以、啊，工具类不行吗？可以啊，伤害比较低啦。我刚挥不到。嗯，那是小雨吗？是我。救我！我没办法救你。啊，好黑！喂！有看到他们后面很嗨？这么开心？这是小雨的尸体。我的爹娘。捡不起来啊，捡不完，太多了。东西啊，为什么还有？哎、欸，这骨头，哎、欸，这骨头可以干嘛？怎么在追我？我只是开箱子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哎、欸，我这打不到哎、欸，我、哦、打到了。黄金捡起来。我要回去，要去。啊，这里好多蜘蛛哦。啊，打了打了。啊，来努力看哦，18个木炭来捡一下哈。为什么蝙蝠会掉鸟屎啊？它就是鸟类啊。好好远哦，他还会掉六碳哦。嗯，六个碳。好、哦，小雨，你找得到你死掉的地方吗？嗯，地图上应该有个包包的样子吧。等早上我再去看。早上了？早上了吗？嗯呐、啊。嗯嗯。哦，对耶。好，捡不完了。因为我为什么变超慢的啊？你，我刚刚就讲过，你死掉之后，你就会变很慢，你要重登游戏。好。哦，你的效果会不见。角色的 bug 吧。效果被移除。我回来了。没有跑超快了。回来了。我拿到切斯特的岩骨。岩骨。啊、可是他刚被打死哎。所以要他特复活，特复活。哎、欸，我把骨头带回来。我萤火虫放在上面哦。上面箱子，你们做个草帽吧，不然晚上就只能叫了。好，大便。哇，那他哇好亮，他记不要动。哎，等一下。好。哦，好。音乐的大便。没有，不是我的。我获得音乐大便一个。什么东西呀、啊、？I see。我还不知道我的勾玉会干嘛哎、欸。浆果要不要啊？浆果，给你。然后那堆绿蘑菇给你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要蜘蛛网对不对？还是不用了。蜘蛛网，蜘蛛网钓竿呢？钓竿，钓竿去哪了？钓竿女孩，就是要钓竿的。钓竿女孩还在重登。好吃哦。嗯。钓竿的女孩在偷吃东西，我还吃蔓越莓干。啊，你可以不用念出来，没关系。很健康哎、欸。好好好好好。哎、欸，我冰块要放哪里？两颗啊，随便放好了。找不到齿轮啊！我刚刚绕了很多地方都没看到有机器人呢、欸。嗯。哎、欸，蔓越莓女孩，不好找。帮我快做事啊！等一下，我去捡我刚的 dead body 呗。
Day body， Day body， 这时候突然绕英文。下半部基本上都探完了，剩右边。右上。嗯，东西你们是不是？哦，在这我看到了。右边跟右上都还没探，下半部基本上岛屿都探完了。走吧，哦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会干嘛？会降雨，下雨会潮湿，会冷。最除了冷以外，你身上太湿的话，你挖东西歪挖，武器会喷出去，会飞出去，很写实，会滑，太滑，好玩哦。因为他们想玩模组，就跟着玩了。嗯嗯嗯，那怎么避免湿啊？做草帽吗？钓鱼竿，哎、欸，你有雨伞啦、啊？我有拿出伞了啊！对啊，你不怕啊？你雨伞就不怕啦。我要不要敲一些竹皮啊？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躲在树里面，它就不会淋湿。可以，竹皮我去敲一些竹皮好了。竹皮，它的蔓越莓果虫是不是一定要施肥才会长？对，东西啊、对啊，你挖起来的东西除了树枝跟树。